咱们家抱了衣服都买了，小孩能够看，他买个别的东西都放了。那都爬了山了，怎么了？过更高的人，自己的队伍又过了。我们过去点了小孩，小孩的刀，小孩在这上班，他过来就去他们村里得了。我们才过三百块钱呢。老弟们，咱们什么能力？就我俩去来弄了油了。这些呢，这么多，我打雷的这么多，都叫他走回去打多了。我是那个呢，我怎么就不打多？三月里头多。Yeah.